OK，所以又用了一阵子，哎，又用一阵子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 OK，那又用了一阵，OK，又用了一阵子之后，那我们把我们的音乐，OK，那我们又用了一阵子之后，那我们又用了一阵子之后，就我们把那个一层一层全部叠出来。哦，又用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用的跟我当初想的落差其实啊。又用一阵子之后，这个跟我当初想的落差其实颇大的，就是根本就是算是就是在玩音乐啦，就音乐就是这样乱叠，然后乱用，结果就可能会生出一些哇塞，根本意想不到了，嗯，也不是算是悦耳，但是就还蛮酷炫的，就一些电子啊，然后就一些神奇东西加起来，然后变成一个。很酷炫的音色，就是音色听起来都还不错。然后，嗯 ，OK，又用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的 OK，又用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声音，又用一阵子之后，这个东西跟我当初可能脑袋中想的嘛，也又用一阵子之后，这个跟我当初想的。就当初其实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跟我心目中想要其实落差还蛮大。但是其实就这样子在玩音乐，就是这样乱叠啊，乱搞音乐，就是在玩音乐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酷炫的事情，就找到一些酷炫的音色啊，然后混合起来还蛮酷炫的。那就这样子叠叠叠叠叠，就叠的差不多，就这样搞定了。What the fuck？那又用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跟我当初心目中，其实我当初也没有什么想法啦。反正我们就是在玩音乐的过程中，又用一阵子之后，这其实就不是跟我平常的风格很像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玩音乐当中，就这样子乱叠啊，然后乱加一些东西，然后尝试不同东西，生出来的东西还蛮特别的。那。也不算是一个很悦耳，然后可以一直听的东西，但是就是听起来就，哇塞，还蛮酷炫的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再稍微，再叠一叠，然后再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整。那反正差不多就是长这样子，给大家听听看。键盘声吗？对，键盘声吗？一，开始，结束，开始，结束，开始。这个就是第一个。开始，结束，开始，结束。这个就是第一个音乐组合，就是听起来蛮酷的。然后原本也不是长这样子，就是我把一个主要旋律这样用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乱拉，然后变出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原本我的想象中是就是用钢琴的声音，但是跟这个鼓好像叠不太起来，我们就把它用到一个奇怪的音色，就变成这样。那第二种组合就是这样子。
差不多就像这样子。那这个也就是一样的音色，但是我们的旋律就是高低起伏不一样啦，就是有不同的组合，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再混一混，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子。呵呵，那这个音乐也会在我的频道上出现。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的音乐，虽然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的音乐，你可以在频道上面可以看到听到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日常啦。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在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生活日常的影片，就是生活创作的部分。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